主料豆粉250克，烧肉8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水、淀粉、糖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豆粉摘好后烧热灼熟一下，捞起用清水冲洗下，烧肉切成小块，热锅倒入点油，放入烧肉爆炒片刻，倒入豆仔翻炒片刻，倒入盐糖与水淀粉翻炒均匀，装碟食用。烹饪技巧，豆仔事先用热水灼熟一下，煮的时候更容易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